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9月1号礼拜二有进行改版维修 ，OK， 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例行性公式，开箱一下今天的新福袋。好，那今天的新福袋叫做气动三合合，哦，气动三合合 ，OK， 念几次的话，我觉得我嘴巴可能会打结。好，那它里面的话有万分之一的几率可以获得这个滴露哈，这个滴露的话是第一次出现在福袋里面的坐骑哦，这个应该是。军师或者是豪杰在用的哈，他加统御跟智力。好，那有万分之三的几率可以取得一级，万分之三的几率可以取得维新，然后千分之一的几率是气针，千分之一刘表跟韩馥，然后这个千分之二几率可以取得通天豪尊哈，这一支的话也是加智力的哈，就是军师或方式在起的。好，那千分之二几率攻速，天空指南今天是被补，大概就这些哈。就是没有什么经验的哈，没有什么经验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立刻开箱一下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收集册哦，这个是属于全新的系统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一个一个来看。那它这边的话哈，上面有显示武器类、装备类、坐骑类哦，其他哦。那这个最爱的话，应该就是你自己加到我的最爱的地方哈。那它目前的话有出了32个收集册，好，32项收集册。好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了。这个村里练刀的话可以体力加3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你是要收集这个加一利剑跟加一植被刀哈，你可能提供给这个系统之后，你就可以获得体力加3的一个效果哈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是举兵冲锋，好，那它有说啊可绑定的哈，就是说你绑定装备，你也可以，好，你也可以拿来贡献哈，来取得这个体力加5的能力。好，那我再继续往下看好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些装备难度都不高哈，而且它加持数也都没有很高，没有说一定要过这个安定值哈，这个就有了哈，这个就有了。可是这个装备啊，这个装备难度也不会很难哦。它有写说就是加7强度30到35的短兵哈，它没有限定说是要哪一个装备哈，所以其实你要取得这个智力加2的点数啊，也不会很难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，大家就自己瞄一下哈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个人是觉得难度不会很难啦，就是算是一个额外的 bonus 哈，让各位朋友可以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哈装备的部分哈。装备部分的话，加一练功装跟加一皮盔，这个是加3皮衣、加3副耳朵、加3护镜战靴哦。好，哦，它目前，这个还不错，我看一下哦，防御力加1，这个我蛮需要的。加7的强度30到35的盔甲，还有40到45跟50到55哈，这个应该很快搞，很容易搞，这个也是一样哈，哦。而且它只要加7而已哈，哦，所以真的很简单啊，不会很难，它没有把门槛设得很高。那这个是加7强度60的内衣哈，绑定的也可以哈，武将级防御加1，这个统御加2看一下，这个是强度50的装饰品，哦，60跟70哦，这个应该很简单哈，只要平常，就大概就是30斤就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的哈，就可以统御加2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猛虎套装哈，这个就是需要收集老虎相关的装备哈。加9虎威铠，加9虎奔兜，加9虎皮靴，跟加9虎二丸，这个难度就高一点，好，这个难度高一点点，好，那你可以获得武力加2，攻击力加2。那这个咧，加10灵山道跑，哇，这个难度更高了，好，这个难度更高，但是它装备取得难度不会很高，哈，这个打副本的话一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铜山灼灼，哈，这里加2，铜力加2，加11，这个难度的话可能会高一点，哈，那金色甲法跟西域甲法的话，好像也是从副本出来吧。那平常我们把它当成垃圾丢掉哈，那所以有可能这两个装备近期可能价格会蛮不错的，因为很多人会想要收来充。好，看一下坐骑哦。好，坐骑的话，它这边有显示哈，坐骑收藏体力加5，体力加5，哦，那武将军防御加1哦。那你要收集4匹强度40到60等的坐骑哦，所以原本一些低跑速、低等级的一些坐骑啊，就可以拿来用了哈。那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黄种马哈，黄种马的话可以体力加3。那这个是南洋虎豹哈，体力加10，命中率加3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四马难追啊，这个是体力加10，回避加4哦，要收集追风、燎原火、白龙驹跟沙里飞。哦，这个的话比较慢跑速的，一批都10斤而已哈，所以其实不会很难搞。我先来弄一下好了，因为我的仓库刚好很多坐骑，我先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要登录将系统回收。好，来看一下哈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些坐骑我都不要。哦，都不要，就先给它取出来好了。先给它取出来，这些都跑蛮慢的哈。这个跑比较快一点，这个先留着。这个好，这个取出来 ，OK。好，我先来测试一下哈，现在测试一下坐骑哈，现在闪红点了。好，乌锥马，确定。
好，他说收入的物品无法取出哈，是否要收入进收集册？确定。好，那我收进去的话，好，我的马就不见了哈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继续放。确定。再来汗血马，确定。再来铁骑马，确定。OK， 我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坐骑收藏哈，铁骑加我继续加我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看一下其他好了，其他的话这个是要收集什么？熊猎人的话，武力加二，反应加二，这要收集加西南蛮盔、二郎刀、隐月刀、狼牙棒、胡符铠、鬼头大刀，这个有时间就搞好了。最主要这个是有限定一些装备哦，它没有像稍早有一些像这个一样，这个就是要你就是提供这个强度等级的坐骑就好了。好，那这个有限定名称的一些装备，所以会比较难处理一点。OK， 晚上再来研究了。好了，那这个是我的加成总值哈，体力加5，气力加5，武将军防御加1，好，跟我预测的差异不大，好，差异不大。好，那先这样子，我要去吃饭了，祝各位朋友游戏愉快，拜拜。